杀父弑君呐、啊！花吧，儿臣绝无背你之心的。不若互相残杀，受先受损的是您的皇位呀！夺得所有尊荣贤位，逐出后宫。额娘，我来说，我会，额娘求你了。朕年近七十了，临朝听政有60年了，这要感天动地了。今日朝会，皇上将亲口颁布懿旨，确立后继之君，众臣领旨。未来娱乐台荣誉呈现康熙帝国最终回。